Todo da. Todo. 你还挺给你放心的你走老实点别动了你还气死老实点拿过来小兔崽子没枪高呢就抢枪连长嗯咋还想抢啊哪个村的 孩子，那个扣是你下的？好了，别说了，大家打扫战场，快撤！是。孩子，快回家吧，一会儿鬼子就回来。好，回吧。 把枪还我！你拿枪干什么呀？那枪是我的。 什么呀？就是你的，我们缴获的就是我们的。我先拿到的就是我的。你一个小孩了，要枪干什么呀？可是你才多大呀？还不到15吧？16。16？虚了好几岁吧？孩子，就算你是6岁也不行。你这个年龄按我们的规定还不能当兵。如果你真的想拥有一支枪， 跟着我们去打仗，那也得等你长大了，听话，回家吧，咱们走。你，向文，哎，向前传，毫不前进。是。 跟上吧，上轿了，没跟上来，小心一点，累。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啊？把枪还给我。 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枪是用来打仗的，你那枪是我的，我先拿到的。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有点缺心眼啊？你给我回家，听见没有？对啊，天儿不太早了，这荒郊野外的，把孩子留在这儿也不太合适，咱把他带过去。问明白了，明天叫他回家，好吧？
全体集合，出发。跟我走。来了多少人？一二三四，你们牵了四个人。好，清点一下，把步枪给各班都发下去。参谋长，小王，再来多少？把这个咸菜洗一洗。哎，完了以后把它切一切哈，别再想乱干。嗯，上上面包包大桶水。好，清点一下。哎，你的。来，二，行，我们走了。好，走。队长，你看刚才我使那么长时间大刀片子了，是不是好归你了？哎，谢队长。不用这大刀片子，把这桶机枪啊送到团部去。是，现在把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装箱吧。孩子，孩子，你叫什么名字？何远山。哦，何远山。还不高兴了？那枪是我先拿到的。不管是谁先拿到的，一切缴获都要归公。为什么要归他？那是我先拿到，就是我的。孩子，你现在还小，这手里边拿的应该是书，你老嚷嚷要枪干什么呀？你看我们这儿许多大人还没有枪呢。这枪是用来打鬼子的，就算你想跟我们去打鬼子，也得等你长大了不是？你告诉我你是哪村？小管，哎，干什么呢？看看你美的，赶快吃饭去。行，那这儿就交给你了啊，去吧。大叔，哎，还有吃的吗？哦，回来了，饭在锅里，你自己拿吧。这孩子咋还在这儿呢？嗯，病好了？嗯。嗯。真行，到底是年轻。坐着，孩子。大叔，嗯，哎，连长今天发了支枪给我，嘿，可不用那大刀片子了。大叔，嗯，这枪啊，要上上刺刀，真比你那中正长一大截呢。这一拼起刺刀来，绝对沾光。哼，我就瞧不上小鬼子这玩意儿。平时刺刀了，他是沾点光，不过其他的没打他。开枪打人吧，他经常对眼穿，只要不伤着要害啊，养活两他就没事了。看啥看？看啥？你拔不出来。要得到这东西啊！你得真刀真枪的去挣。来，大叔，嗯，还记得上次端王当据点的时候吗？嗯，我这一通大刀上去啊，砍倒仨，就那啊，连长也没发给我杆枪。来，大叔，嗯，还有疙瘩头吗？有，有个，嗯，说，我能看见枪吗？
这哪是你看了呀？小孩的，看坏了咋办？上了膛呢。我就看看，不乱摸。上来，他喜欢枪，你给他看看。小心点啊。嗯。这枪真好。嘿，那还用说，想拿着这真家伙呀，你得有真本事。为什么？哎，哎，你个小兔崽子，会说话不会啊？在王庄打了三四把呢，是吧大叔？他天天会打靶，差点把连长都给打了。兔崽子，我的枪！你咋把枪给我卸了？我揍死你！大叔，你看，你咋把枪给我？哎，他奶奶个腿的！跑了一天的路，躺躺脚解解乏。哎呀，咱们当炊事班呢，哎，就这么点好处啊，别人想捞还没有。嘿嘿，哎呀，弄这干什么？大叔给你洗啊。叫什么名字啊？何远山。何远山。啊，等等，你把脚抬出来看。你也臭，抬着，一个炮没打。家里常跑路啊？嗯。孩子，跟我说说，那个枪玩的那么熟练，谁教给你的？俺爹。你爹？你爹是干什么的？打猎的。打猎的。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家里还有什么意吗？不说不说吧，他那个头小鬼子，赶紧躺躺脚，抓紧时间休息。到时候我给你准备点干粮，明天路上好吃。大叔，俺以后跟着你，跟着你打鬼子。好，快躺躺脚。快打电话！害怕了？
明天早上还得帮大叔一块做饭。来，看，都盖好了。鬼子的扫荡又开始了，三团和鬼子在伊河那边已经接上火了，打得很吃力。我们连的任务是在老牛坡阻击，掩护机关和医院转移，任务很艰巨，所以说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其他的一律丢下。大家现在开始分头准备。哦对了，老刘东到，你备好两天的干粮。好，大家开始准备，明白吗？明白。李子，刘东，到，你来一下。连长，老刘东，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没走啊？连长，把孩子收下吧，他爹娘叫鬼子给杀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好吧，不过你得带着孩子随大部队撤。哎，连长，为什么不带我去啊？老肖东大叔，你年纪大了，带着那孩子一起撤吧。连长，我可是这个师的老人啊！啊，我打过大仗。我知道，我还知道你这身体里被子弹穿了好几个洞，我的身体没事，能打。连长，我知道这次任务很急，这个仗不好打，再加上新兵又多啊，你把我留下，说不定还真能有用。连长，好吧，那孩子一定得撤。团长，哎，南线情况怎么样？鬼子已经过了蛤蟆山，接近长山。阻击部队情况怎么样呢？警卫连也和鬼子干上了，这仗打得很艰苦，小鬼子这回是疯了。北线情况呢？伪藏师团2000多人，已经过了凤凰山，宋明一连正在待命出发。2000多人？是啊，鬼子可不少了。2000多人，团长，一连的新战士比较多，他们的任务可不轻啊。团长，村里面老百姓都要跟我们一起走，怎么办？带了一些机枪来，太好了，咱俩去把枪接过来。是，黄大亮，要是能再给点人就好了，哪怕一个班的。想得美啊！到这时候了，我再到哪给你找人去啊？怎么样，准备好了吧？基本上差不多了。来，张连长。孩子，
当兵的事儿啊，我和连长都说了，他已经答应了，让你留下了。怎么样，这不高兴了吧？嗯。看看。大叔，这样差不多。我和你一样了。对呀、啊，和我一样了，八路军战士了。八路军战士啊，就要服从命令，守纪律，知道吧？嗯。是稍微大了点哈、啊，等打完了这一仗啊，哎，我给你改一改，啊。嗯，孩子，把你的东西啊收拾收拾，跟着大部队啊一块转移，啊。大叔，嗯，那你呢？我呀，我暂时我先留下吧，跟着这个阻击敌人。那我也和你一块儿，子季。我就要一个小时。好，我服从命，坚持一个小时。是。保证完成任务，一定活着回来。我不管，我不要打鬼子。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次任务很轻，就不能带你去了。你们说收了我吗？你收了我，我去打鬼子。吵吵啥呀？滚！上次伏击战在战场上捡了个孩子，这不还没来得及送走呢。我不要打鬼子。你要是再不听话，就把军装给我脱了。脱就脱，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瞎胡闹啊？真打起来，谁顾得上你啊？散会，团长。孩子，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你不能待在这儿，跟我走好吗？我不走，我要在这打鬼子。不要胡闹，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服从命。我不，你们能打鬼子，我也能打鬼子。有种，想打鬼子，打过枪吗？见他拆过枪，没见他打过。我都比你打得好，比你咱俩比比。这孩子有点意思啊。孩子，这样，你先跟我走当勤务兵，以后啊有你打鬼子的时候怎么样？我不跟你走，鬼子来了你倒走了，我要在这打鬼子。你别说，这孩子是什么，怎么跟团长说话呢？把枪还我，这是我的枪。孩子，哎，把枪还我，就是你的枪，回去你听话。这是我的，你这孩子，这是我的枪，你给我打手松开。枪还我，你听话。孩子，这都什么时候了，儿子走，把他带走。是。我不走，我是在打鬼子。给我回去！我不走，这孩子越来越犟。在打鬼子，你给我回去！我不走。来了，小东，你这哎，孩子，想比枪是吗？和我比比怎么样？团长，跟这孩子有什么可比的呀？连长，你去布置任务吧，去安排工作。你要是打得过我，你就留下；打不过我，无条件的服从命令，跟我走，怎么样？比就比。孩子，看见那个钢盔了吗？这个打钢盔啊，只有打正中才能够穿透，你要是打偏了，就等于你放鬼子一条命，明白吗？我不用小鬼子的枪。哎，老交通，你的枪。这枪是你先打的还是我先打？你先。好，看着。好，打中。打中了，正中茂星。来。谁教你这样端枪的？俺爹。怎么睁着两只眼呢？你是用两只眼瞄准？嗯。
这也是跟你爹学的？啊。好，行了行了，打吧。我打中了，没打中，就一个眼。我打中了，是从上个眼里穿过去的。你说啥？你这一枪从上一枪的枪眼里边穿过去了？哎呀，小山子，那可真有你的，你可真能吹呀、啊！我真的打中了。好了，没打中就是没打中。咱们有话在先啊，你现在听从我的指挥，把他带走。是。我打中了，我真的打中了。快走，走。我打中了。走走来，走。去吧，孩子，走，走吧。连长，机油队伍出发了。是，准备集合。同志们，集合！老乡们，抓紧时间，慢点啊。参谋长，徐副政委，寨里面情况怎么样？最后一批乡亲和伤员们都已经撤离了，警卫排正在待命。好，我们队。抓紧时间干活吧。那孩子不见了。什么？Thank you.
呀，你来干什么？给我们添累赘吗？队长，你简直是胡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马上给我走！我要跟着老教头打树，我要打鬼子！你打什么鬼子？你谁顾得上你这会儿？队长，把他弄上吧，暂时先跟着我，我来保护他，好吧？来，走。同志们，大部队和医院正在转移，我们一定要挡住。我怎么看着他都有点紧张啊？这就真是，他是第一次见。钢盔那个眼儿，你真穿进去了？你也不信。小鬼子太没用，仗着你老太欺负人了，真该把他炮给他敲了。海东，固头不固定，咋定咱们？没事吧？别害怕啊！哎，大叔，咋不打炮了？差不多了，好商量。趴好了，孩子。干什么干？趴下！没见过这么多鬼子吧？害怕了就赶紧跑！你才害怕呢！卫生员，过来！咱们连孤零零的在这一条线上和鬼子干，恐怕耽搁不了多长时间了。你看，连长，你看前面那个小山坡和那片树林了吗？鬼子要是冲锋的时候，那正好是他们的妖眼。连长，你给我十几个人，啊，关键时候我走腿一下，这样说不定还能耽搁点时间。这我想到了，可是这能挡多久啊？挡挡看吧，能挡多久挡多久。太危险，连长，现在只能这样了。那好吧，你自己小心点，带着十来个人去，你自个儿挑。是。雷总，他给他那些机枪，你带上，小心点。小贝，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跟我走，来，你跟我走，多带点手榴弹。小贝，哎，你跟我走，哎，多带点手榴弹。行，来，金少叔，你跟我走。小贝，阿贝，跟我走，后面你俩跟我走，快点。同志们，一定要小心。我们送着去，明白？你要小心。
急了没有？急了。别动，都别动啊！枪尖鼓起来！柱子，你，先到这右面来，啊，喜子，还有宝成，你，到这边去，啊，机枪手跟我，三万，把所有的手榴弹都准备好，大家记住了啊，先打冷枪，打那个小鬼子的指挥官和那个机枪手，一定要隐蔽好，不要提前暴露，明白了吗？明白。
差不多了。营员，到。通知警卫排去接应一下一连。是。哎，等等，你也去吧，把那孩子找到。山子，今年多大了？十六。真有十六了？有了，十六号。真香。哎，小山子，以后啊就叫我三槐哥，别叫三槐叔了啊。啊，三槐叔。叫哥，别叫叔。哥。哎，真像俺兄弟。你兄弟去哪了？让鬼子给杀了。他要是活着呀，和你一样大。小山子，以后记住了，叫我三槐哥啊。嗯，哥。哥已经失去一个兄弟了，不想再失去你了。以后跟着哥，啊，哥会保护你的。嗯，小槐，小槐。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告诉同事们，准备转移吧。我的，小子，慢着！快点，快走！现在就捂好头，把头给我抱好了。大叔，你要干什么？大叔，你要干什么？大叔，大叔，交通大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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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来吧。
交通大叔，交通大叔，小怀哥，交通大叔，交通大叔。Thank you.
おい、見せてきたか。もうできるよ。おう。塩持ってきたよ。はい。はい、もう持ってきた、持ってきた塩。リダ君、国はどこ？北海道。あ、本当。いいところだね。俺の妹、あそこの嫁になってるよ。もう3年経ってる。しかしお宅は何人家族だ？弟一人、親父は漁師。実は弟も一緒に来て今同じ部隊にいるよ。あ、そうか、一緒に来たんだ。いや、いいでか？いじゃないか。大丈夫だ。せめて今夜は安心できる。酒でも飲もう。そうだね。
这是鸭。你怎么了，大婶？你怎么了，大婶？你是哪的？萧乔怎么走？给，吃吧。俺娘、俺爹都叫鬼子给杀了。吃吧，吃完咱们好上路。我杀个鬼子给你娘报仇。五个。什么？还有俺爹、俺爷爷、俺姐和俺弟，一共五个。可是，俺的子弹不够啊。一共五个。你看，俺一共有18颗子弹，用了6颗，还剩12颗。可俺的，俺还得再杀8个鬼子，还能剩4颗。俺只能帮你4个忙。一共5个。那得有1枪穿俩。只能是1枪穿了。
走啊，咱得赶紧的，天快黑了。来，我背你。来，上啊。你真的不能杀五哥？俺队伍上的老交通大叔。三槐哥都让鬼子给杀了，老程叔、喜子哥、田贵哥、豆豆哥，还有俺一共得杀13个鬼子才能给他们报仇。要不就杀4个吧。ここだ。
咦，哥，你的腿怎么流血了？没事。你为什么不杀死那个鬼子？他已经不能动了。疼吗？嗯。Thank you.
打开门，一个，一个。
是你的了。开门！お、お前どうした？どうした？